我觉得最好的永远是在下一秒，所以这一刻我要用饱满的状态去迎接他，绝不留遗憾。健身应该有十几年了，一直在坚持，身形也越来越理想，皮肤修复也没有落下，始终用饱满的状态去迎接每一个可能。坚持犹如既往，年轻始终如一。法国娇兰黄金修护组合，愈年轻愈美丽，法国娇兰。